咱若要画上像，吼，惊画输字，惊唱歌吼，唔知咱表达来怎样？这学了有了什么代志来听啊？所以讲就是听约翰，就是约翰吼，开始要从这约翰，从摩尔开始，伊所看到的，伊迄个意象，来，咱来唱下约翰的唱法，来，约翰的唱法。所以你们要靠手